最受欢迎电视男角色提名名单包括荣木同《黄金有罪》。我今次是输在不够狠。这个世界不是就钱永俊《黄金有罪》。钱不可以令我盲目留心，我要真正看清楚你真正的一面。你说吧，好不好？万卓峰《大将员》。原来是真的，我真的乱想，个个都恨我。华哥《大将员》。我都是你仔，我都是你仔嚟噶。好，我要死你睇。要知道真相。高安《法证先锋四》。咩原因令凶手停咗手，又再出手？马容义《机场特警》。我傻嘅，我揾咁多嘢嚟搞，唔系想同你两个做兄弟，我使咁反？沈敬一《十八年后的终极告白》。真系好衰，要你。林朗生《十八年后的终极告白》。我只系想保护自己，我只系想保护你咋。莫伟豪《石敢当》《航魔的二点零》。你冇可能会死噶，我唔会俾你死噶。中四嘅时候，古希神《那些我爱过的人》。每一个人见到我都系一样，觉得我好古怪、好恐怖、好黑人憎。再加埋乔星《杀手》，即系话，如果我哋剧片入边冇一个靓女嘅，我哋点能够将我哋嘅层次提升呢？严武《杀手》，总有啲人想人死嘅。有啊，我咪想你死咯。为咗奖。高斌。反黑路人甲，嚟啊！陆秋，反黑路人甲，制造机会接走细长心，车佢翻招。为咗咩目的？苏伟臣，反黑路人甲，我两父子是哪个放嘅？我苏家就家破人亡。张世伦，反黑路人甲。张世伦，我唔系一个外卖仔。我系一个卧底。B 三斯拉特工，我要开枪啦！上唔到大台，真系上唔到大台，揸住十亿都左谂右谂。呼吸唔到啊！呼吸。高力基目击证人，你唔好净系同我讲对唔住啊！我老豆点死啊？呢个边度？李浩凡目击证人，成套餐具买我晒，咁唔系我用我嗰套咯，咁我摆落个斜孭袋度，咁我斜孭袋点算啊？薛家强试图行者三。用 SI 吞并 CIB， 你仲有扮？韦作荣、魏德礼《仕途行者三》。对我嚟讲，魏德礼而家系个障碍。卓海《仕途行者三》。就算拣多一次、一百次、一千次，只要我情报得翻，我一样会咁做。徐天堂《仕途行者三》。翻嚟應該可以放得低佢。簡少宏踩過界二，真係估唔到一向咁似乎嘅盲俠，竟然要依靠人。陳子朗《香港愛情故事》，我唔想我哋老咗之後諗翻轉頭咧，我哋嗰啲回憶淨係得翻工同埋層樓喎。